滋蜜麻酥肉松，哇！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，我回来。今天我是啥呢？这个久违的甜品节目呢，在那个平底地高头选的几款性价比比较高的甜品。话不多说，走。首先来第一款，这个平底地的芋泥毛巾卷，哇，拿在手里面还是沉甸甸的。居然有点糊口，这里面真的是很扎实，又有奶冻，又有芋泥，这种一口下去爽翻。再来一个，这雪梅酱。这雪梅酱也是咱家店铺送的，我太喜欢熬料了。再来搞好这个，平底的糖心社的虎皮卷，已经是第二次了，给我。哦，它里面有麻薯。紫米麻薯肉松，哇！吃进去先是肉松的香，之后就是麻薯的软糯，加上紫米的香味，哇，真的绝呀、啊！最后来搞下这个，平底的优良间零食铺的白薯芝士，白薯芝士的现象，属实是不便宜。很浓郁的芝士味，爱了爱了。